你伤得很重，我先用针灸护住你的心脉。这一刀伤及心脉，又狠又准，放着不管，只怕你活不过今天。只是算准了，我一定会留下来给你治伤。苏小雀，是谁伤了你？你后悔吗？一刀春色第二集。不能动，再等一等。什么？谢天碧，你们两个很好，苏小雀，你真是好得很。你在瀑布里躲了多久？三个时辰。什么时候想到这条？记得他看到瀑布的时候，瀑布水流最能掩饰行踪和气息。你受了伤，没有内力，这刀怎会有这样的力道？用岩石固定乌金锁和树藤，弹射出来。如果沈梦哥不是背对着瀑布呢？他顾及刀伤，不敢搬动你，必然背对而坐。万一不是，等我日后伤势痊愈，定会去西星湖救你。别杀他。七星湖有天魔解体这门玉石俱焚的功夫，方才一刀未能杀他，如今即便杀了，咱们也活不了。你倒是了解我。哼，还好。你怎么算准我一定会救苏小雀？素衣灵狐苏慈静，浸泡空醉沈墨沟，是不是？你多保重，小雀，我们走。等等，大美人，你那张人皮面具丑得很，这天香蕉送你，送个好看的。结清血脉的天香蕉，为什么？多谢你肯出手救我。再有三天咱们就能到赤尊峰了，你喜不喜欢？很喜欢。
伤口又疼了。还有烧吗？不疼。你在怪我，怪我刺你那一刀。你刺伤我，我难道还该欢天喜地不成？我可以解释。我懒得听，谢师兄。你发烧昏迷的时候叫的不是师兄，是天碧，还拉着我不肯放手，问我为什么。哈，你听错了，我这么聪明怎么可能问这么笨的问题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说小雀，那一刀我有分寸，你不会死。你是愿意被我刺一刀，还是愿意看到我死？情势危急，你若提前知道这只是做戏，沈木工定会敲出破绽，是不是啊？是，而且事实证明我做对了。哼，你手段高，心思又深，做的自然是对的。不愧是至尊峰的少主，我都明白。不过我还有一句话想跟你说。什么话？我会为了咱们能活下来狠下心算计你一刀，但你若死了，我会陪着你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。谢天碧喜欢苏小区，我刺你一刀是真，我爱你也是真。神龙堂常在天，恭迎少主。神龙堂青龙新秀弟子，恭迎少主。常堂主辛苦了，咱们这就回赤尊峰吧。喂，我答应过你，一定要把你平安送回赤尊峰。喏，现在有人接你来了，我也算是功成身退，这就告辞。接住他！我方才说的，你没听见吗？哦，听见了。你说你喜欢我，其实我也喜欢你啊。真的？嗯，自然是真的，不然我这么折腾送你回来干嘛？只是，我不光喜欢你一个，我还喜欢聂叔叔、一野、陈老头。哦，还有陆帮主、顾长老、金楚、苏小军，你会遭天打雷劈的。我走了。常堂主在。谢天碧，我千辛万苦救了你，你想为这丑报？我内力尽散，留不住这位贵客，还请常堂主出手制服，但莫要伤了他。是。哎，我说天碧呀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须知道呢，做人要懂道理。我是名门正派的少帮主，你不能把我强留在魔教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放我回去呢？你先治好伤再说。哼，我和一野约了要在白鹿山相见认亲，哪里有大圣医陈训，
我可以回去再治。这里也有神医的儿子在，陈子谦的毒术天下无双，至于认亲素衣灵狐苏慈静，锦袍空醉沈墨钩，这句话你听过没？这是什么话？你娘原是七星湖门下，沈墨钩爱慕苏慈静，唐青羽逐你们出唐家，极有可能是他暗中作祟。谢天璧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？我从不胡说，这些年辉哥堂把沈墨钩的情况收集成册，我看过一遍。吵死了，进来。子谦睡醒了，咱们先进屋吧。坐。你先帮小雀瞧瞧，他胸口有刀伤。我听他们说你内力散了，还能重伤沈墨钩，真是欢喜得很。哦，你欢喜什么？他逼你服下钻金曲奇丸才行，身为七星湖公主又是前辈，竟这样无耻。你平安回来我很欢喜。沈墨钩武功比我强太多，这次只是幸运能偷袭到，一击得手。这钻金取其丸49种配方，有63种变化，难为他用的竟是最差的一种。这么说倒要感谢沈墨钩才是。那若是我20天前被刺一刀，深2寸宽1寸，正中胸口，擦心脉而过，该如何治法？不知道。你不会？你又没受刀伤，我怎么知道该如何治？须知一道变化并无定规，同一病症也要遇天道五行是寒暑四季，还要分昼夜盈虚等诸多情况方能下药。子谦不可任性，我害小雀受伤心中十分难过，你医术通神又跟咱们一起长大，难不成要看他落下病根？就当我求你吧。姓苏的自己熬药去。嘿，你这药方一味的急冲强攻，丝毫不讲君臣之道，又无中和调理。哎，你当我是牲口啊？你心脉受损，又心有郁结，我只管治好你的伤，冲开淤塞便是。方子不霸道些怎么见效快？你自己体弱承受不住吃死了，也不关我的事。喂，你是杀人还是救人？你要调理补养，不会自己添上几味药吗？人参、鹿茸、手乌、灵芝，我这里都有，你尽管拿去就是。放屁！白芷、天麻、羌活、熊胆，加上去照方子煎。哼，你对医术倒有几分天赋，难怪我爹很是称赞。阿三在。送客。是。苏少侠伤也看过，方子也开了，留在屋里诸多不便。为什么？外面呢晒得很，我就是不走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就这样。少爷方才已下了地涌金莲，一个时辰后苏少侠双腿毙了，到时只能爬着出去了。子谦怎么起？双足跑出屋外溪水，一个时辰可见。我先陪他去解毒，一会儿再回来。小雀跟我来。陈子谦下手真他妈狠毒。你俩从白鹿山斗到赤尊峰，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，不觉得无聊吗？是挺无聊，
他跟你来这儿三年，脾气啊也越来越大了。脾气大也是应该，恃才方能傲物，赤尊峰离不得他。他喜欢你，你难道看不出吗？哼，看得出。怎么？当我没说。何必要当你没说？我说过我喜欢你，你若不能接受，不妨继续当兄弟。这般躲躲闪闪，当我谢天璧是什么人？啊，哈哈，那最好不过。那个阿三，是你送来的姚童吧？等他医术大成，你会怎么对待陈子谦？我让阿三偷师，只是怕将来子谦想回白鹿山，赤尊峰没了神医不方便。陈子谦虽惹人讨厌，但毕竟是陈老头的儿子，待你又是真心真意的好，你要善待他。只要他在画眉谷一天，我必定善待。当真？苏小雀，原来在你心目中我竟是这么不可信任，你还是记恨那一刀？是，那一刀之前我从没想过你会骗我。我们一起学武，一起长大，看到你受伤我比谁都疼。我跟自己说，就算死一千次一万次，也要护你周全平安。我只想告诉你，我愿意挨那一刀，就像愿意扎破耳朵一样。但你没有问过我的意愿，我很害怕。不是怕死，是怕那种被你算计一脚踏空摔下悬崖的感觉。你太危险了，我无法相信你。你终于肯跟我直言此事了。那一刀我本该跟你商量，就算因此被沈墨勾瞧出破绽，只是我虽伤了你，却从来不想骗你。我藏在瀑布后三个时辰，心里的滋味此生不想再尝第二次。以后我可能还会做错事，不过我会尽全力待你好。你是这世上我最爱惜最喜欢的人。我用药草酿制的杏花酒，你赶紧喝了睡一觉，明日行血会更顺畅，毒拔得也干净，七日后必定痊愈。好，那我便在赤尊峰多留几日，看你怎么待我好。不过呢，我这七天想必都没有空过来看你，你慢慢疗毒，千万别心急，七天治不好，七十天总会好的。没心没肺的小混蛋。
哎呀，你心思极巧，悟性奇高，这棋艺一道啊，想必这聂十三也不及你啊。我的棋是聂叔叔教的，只是自打教会了我，他就不曾赢过一次。哦，这聂十三的性子呀，本就不善棋艺嘛。哦，前辈认识聂叔叔？能，我一身内伤就是拜您聂叔叔所赐啊。啊，你是？难道你是谢不渡？你真是聪明啊，不愧为伽罗刀的传人。我就是谢不渡。难怪有这等风范。哦，只是前辈，你一大早跑来找我下棋，现在棋也下完了，我肚子饿得很，能不能先吃饭啊？哎，不必一口一个前辈的，你若不嫌弃，叫我一声谢叔叔就好啊。好了，来人呢，准备午膳吧。多谢前，前辈。哎，我听聂叔叔说，他四海游历时，曾与前辈一战，对时空斩很是推崇，还和你相约让天碧去白鹿山习武。那年隆冬寒夜呀，大雪如刀，聂十三私闯赤尊峰，就在第一峰崖顶静坐看雪，整个人似凌驾于天地寒威之上。当年我37岁，独闯七星湖，破了沈墨高和玄武七宿的联手，自负得紧，当下向他挑战。我和天碧都打不赢沈墨高那个老狐狸，聂叔叔教了我们这等差劲弟子，气也要气死了。你和天碧都还小，习武切忌冒进，而且沈墨高的念八星经有个极大的隐患，再过个10年5载啊，也许不用你们动手，他就自行归西了。哦，什么隐患啊？刚说到挑战聂叔叔，后来呢？武林正道称我赤尊峰为魔教，倒也并非完全污蔑，我与他比试10招。哎呀，其实从第一刀开始我便输了，只是当时不自知啊。聂十三放过我，我却趁他不备出手偷袭。啊，你好生无耻。哎，聂十三怎可能受制于如此卑劣的一刀？只是此刻他的身后突然出现一条雪山彩蚕，当时我若站立不动，聂十三也就必死无疑。可不知怎么回事，那生死关头竟是想也不想便一掌往他后颈处劈了过去，用掌风震开了这巨物之虫。哎呦，这误会可大了，你虽是出掌救人，但刚又偷袭过他，这一掌来势突然，方位又古怪，聂叔叔自然要对你出手。你说的对啊，他以为我两番偷袭便不再留情，一步错开，剑尖已刺入我的气腹要害。等看到彩蚕，聂十三也明白过来啊，立刻以真气吊住我的性命，又白鸽传书给程训，让他立即从白鹿山赶来。嗯，前辈如今内腑残损，经脉断裂，竟还能行动自如，实在匪夷所思啊。哎，这程训的医术夺天地之造化呀，他给我连下7种剧毒，毒性与内伤相互牵制，功力不失，只是这份剧毒之苦极是难当啊，10年来无一刻浑身不痛的，眼下10年已过，随时可能毒发而死啊。谢叔叔，你是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以你的武功只怕比沈墨高还要高，只不过这10多年
你都不在江湖上走动，名气反不及他。谢不渡这个名字想不想没什么大劲的，只要赤尊峰这三个字在江湖上立足就好啊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小缺若还想听我唠叨，这几天就陪谢叔叔捉鱼去，顺便帮你练练刀法。嗯，好极，一言为定。往事水长流，流杯与你久久不舍不休，无心回天几时归舟。一刀春色，西三峰神坛里啊，有种白鳞鱼，极是美味。你十三五学胜我十倍，你根基深厚，刀法有自我之意。我只能教你两样东西，一是心境，一是均衡。谢叔叔，这些你教过天臂吗？我只传他失控斩的刀法，别的都不教，就像我传你刀艺却不教你任何刀法一样。你若能用心好好练上三年，谢天臂定然不是你的对手啊。除非这三年他都不碰刀。当年我重伤之日，天臂刚满9岁，趁聂十三小庆之际，领教中10来个高手偷袭。聂十三击退他们，却留下了天臂，跟他说：“我误伤你爹本事不对，但你若想报仇，还需先练好武功。你爹教不得你了，你跟我回白鹿山，我教你。”天臂怎么说？嘿，他也不哭。先跪下给聂十三磕个头，说前些日子有些误会聂叔叔了，是我不对，爹爹如果活着便去白鹿山和聂叔叔习武，若死了哪里也不去，一心当赤尊峰的教主了。哎呀，你看这孩子是不是从小就古怪啊？不古怪，我明白他。天臂刺伤你，你心里很难过吗？自然难过。自我受伤以来呀，他便是如此，初时决断明快，只求结果不择手段，伤了人心而不自知啊。但你若有事，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替你挡一刀的。我知道。哎，小子，打个赌如何呀？哦，赌什么呀？这3条鱼烤好之前，若是谢天臂出现了，你就在这赤尊峰上住上一年。我肚子饿了，烤好没有？翻身再烤一小会儿就好了。你输了。输什么？你来了，专精取气丸毒性解了没？解了，让爹也担心了。记得赌约啊，我先回去啊。天臂啊，你陪着小薛吃鱼吧。解个毒，功力反倒更强了些，定是吃了好东西。是子谦这些年潜心研制的丹药，只得一粒。他是因为帮你爹看病才来赤尊峰的吧？他对你啊，真是用情至深。这几天你都干了什么？哎，刚才我跟你爹打赌，输掉了1年。我听到了，开心得很。怎么不去看我？7天而已，有什么可看的？再说了，你爹的故事啊更有趣。他都跟你说了。是啊，你爹待你啊真的很好。
不过魔教中人行事真是抽风，你爹一会儿偷袭聂叔叔，一会儿又是帮他打走毒虫。我喜欢你，看来你也喜欢我。我说的这种喜欢只能是谢天碧和苏小缺两个人，而且喜欢了便是一辈子。万一你喜欢了别人，我就杀了那个人，也许还会杀了你。当然如果我负你，你也可以杀了我。哦，你又想强奸我？我想要你，可以吗？嗯，最好不疼。我会小心，你放松些。我还是用手帮你吧，要不我受点累，伤你好了。小混蛋，你不用手。少主这次借武林大会进攻密布，江南一带的势力已连根拔起，尽在我教掌握中。诸班财务各分舵已查点清楚，由属下逐笔接收。哼，各堂弟子着实辛苦，连江南首富御剑门都落入我赤尊峰手里，很好。只是我被沈墨沟所伤，大折锐气，只怕要被教主责罚。朱阿姨，我怕得很啊。这趟计划都是少主出行之前拟定的，教主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远不及你，眼下又怎会舍得责罚呢？朱阿姨说笑了。哦，谁说笑了？苏少侠来了，属下正好要找回歌堂商量事宜，就不打扰你们了，先行告退。朱阿姨慢走。哎呀呀，双目赤红，刚火旺盛，我近日苦心研习青狼药书，颇有心得。你这小小病症，我苏神医药到病除。你是要快呢还是要慢呢？是怕苦还是怕疼？哪有这么多讲究，快慢是什么？怕苦和怕疼怎么说？快而痛就是我给你施针，慢和苦就是我给你磕药，你选一个。嗯，一会儿我还有事，能不能先不选？既然如此，我就替你针灸吧。闭上眼。对了，我有些事情想和你说。今早收到唐一野的传书，你还在睡，我就拆开看了。他说白鹿山一事就此作罢，但会一生视你为兄弟，绝不变更。嗯，其实我早猜到了，素衣灵狐苏慈静，锦袍空醉沈墨沟，连你都知道的事，唐青羽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唐师兄自然是信他自己父亲的，所以这些天我从不敢说要去白鹿山。不过我还是觉得娘不会骗我啊。天碧，你觉得我像老王八蛋唐青羽多些，还是像老狐狸精什么勾都写了？
都不像，你应该生得像你娘。那是，这两个无论是哪个都是生我又不管我，当我是块叉烧都不如。好了，当瞎子的滋味不好受，睁眼吧。我方才也传书给唐一野。传书给他干嘛？我和他的事就此作罢算了。不是为你，是为了对付李苍宇。你们要杀他？我不杀他，只是让他身败名裂，断绝他雁荡掌门武林盟主的念头。九月初七，雁荡弟子身负重伤倒在少林寺门口，告发李苍宇残害同门，暗中投入七星湖习得念八心经。李苍宇亲自上少林辩白，被七情大师探出武功奇诡莫名，囚于少林寺后山。不料数日后，沈墨勾夜闯少林寺。我七星湖的人，你也敢动？他打伤几名看守弟子，亲自将李苍宇救回七星湖。按理说，沈墨勾应该从洗脱罪名入手，此番动作岂不是坐实李苍宇勾结七星湖？居然弃雁荡和武林盟主不要，看来沈墨勾对他另有所图。那晚的事，唐一爷只道约了你去见唐家掌门，两人皆不在场。唉，唐一爷竟也学会了撒谎，这江湖啊真是可怕。他是个有趣的人，若不是大仁大义的真侠士，便是大奸大恶的伪君子。武林大会前咱们伏击沈墨勾，他不屑暗算，现在想来极有可能是不愿七星湖无主，赤尊峰独大，所以先让邪派和魔教内斗。李苍宇一事，他是因为我卷到其中才不得已撒谎，至于对付你和沈墨勾，降妖除魔就是我佛慈悲，又何必介意用狮子吼还是黄金骨？你喜欢我用狮子吼还是黄金骨？我比较吃色相这一套，你以肉身布施我便降了。求之不得，在下必当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唉，大爷这会儿没兴致，等晚上吧，月下对美人情意才度真。你别回丐帮了，留在这里好不好？你爹跟我说过这事，还是那句话，只要赤尊峰不为难丐帮，我就留下。我答应你，只要你以后别管丐帮的事，赤尊峰就绝不为难丐帮。你真的答应？机长为誓。陆帮主，你说我们丐帮来得及在赤尊峰之前赶到花家吗？小雀传信说赤尊峰准备取道雁回谷，这样算来我们还要早到一天。小雀这小子不是要回白鹿山吗？怎么突然又去了赤尊峰？赤尊峰攻下中原民建堂和两山派，他还跟谢天璧那魔头在一起做什么？有埋伏，埋伏！
苍月，舟中看霞，灯前看月，月下看美人，自有一番情境。今日闲暇，不妨把三种景致都看个齐全。莫勾，我不喜山水，但陪着你看山看水，已是心满意足，再无所求。启禀公主，内藤天禅君有传书送到。送上船来。是。好轻功。李公子谬赞，小棉偷懒，武功差得很。谢天碧错得很呢。那魔头和唐一也联手算计了我，又拿下了中原几大门派，正是春风得意，怎么会错得很了呢？至尊峰攻打陈州花家，丐帮在前往相助的路上遭遇伏击，帮主陆毅身亡。丐帮对苏小圈下了必杀令，因为不走燕回谷取到烟霞山的消息是他传回去的，结果却中了赤尊峰的圈套。同一时间，襄州总舵也遭袭，丐帮实力大损。苏小虚这混蛋勾结谢天碧，为了讨好他竟对丐帮下这等毒手。你错了，苏小缺不是无情之人，就算他勾结赤尊峰，也断不会对丐帮下手。谢天碧这一番算计，借苏小缺的手重创丐帮，又逼小缺不能离开赤尊峰，殊不知人心却是最经不起算计，感情也是，他日后即便后悔也再无挽回的余地。让天禅君从现在开始只管盯住苏小缺的一举一动，一旦有事随时禀报。是，别走，丐帮都以为你勾结赤尊峰害死陆毅，已经下了密令要三刀六洞处死你，就当我求你留下来好不好？我的确勾结赤尊峰，假传消息给他们，陆帮主也是我害死的。是我算计了你，你应该留下来向我报仇，而不是平白回去送命。你说绝不为难丐帮，我竟然相信，原是我笨，我武功精进都远不及你，又何必留下自取其辱？卢帮主收我养我，却因我而惨死，我自该回去给他们一个交代。我是说过，只要你不再管丐帮的事，我就绝不为难他们。可是先有丐帮多事想狙杀前往花家的赤尊门下，你更是偷听我们议事传书丐帮，我只是将计就计。你说将计就计，难道不是故意让我偷听的？否则为何那么巧别的事情我都听不到，偏偏这事情一句不漏？我是借机试探你，可你终究还是忘了跟我说过的话。如果只是想试探我，传书过后要杀要剐我都任你处置，赤尊峰自走燕回谷，丐帮取到燕霞山，两不相干，你们要花家丐帮怎么可能难得住？又何必伏击丐帮众人？
烟雨不取，反受其害。丐帮势大，能有机会重创，我又怎么会放过？不是天雨，是你先天病，自己算计得来。你杀那么多人，也是想绝我后路，让我身败名裂，一回中原武林就是身首异处的下场。想我苏小圈贪生怕死，从此就只能乖乖待在赤尊峰。没错，我想让你永远都不离开我。谢天碧，你蠢得可怕。无论如何，我不会让你走。你试试。真要回去，很好，我错了一次，不能一错再错。既然你铁了心要走，这匹马给你。驾！等等，此去中原步步荆棘，若是丐帮当真为难你，你不可逞强，我去接你回来，好不好？放手。小区，驾。小区，对不住。少主，少主，你二人沿途保护，若他途中出事，你们也不必活着。到了丐帮总舵，记得说苏小缺敢来赤尊峰盗取消息，已被我们少主重伤，这一刀念着同门之谊，手下留情，改日定当割下他的脑袋，看你们丐帮还有何面目立足江湖。忆当初，前世擦肩，今生面无，未见如故。辗转相逢，携流连华服。任空负，妩媚清心不敌傲骨，只钟情无处。爱恨之主，却风雪剑图。若恍惚，恍惚难断岁月踌躇，隔红尘难渡。豪情万纸，千一夜家书。人之间，假若萧瑟，长干谁住？乱韶华各负。惆怅蚀骨，惊刹那殊途。心中住，血光幻风声雨绝处。那一生心中无，谁是谁的过客一族。绝崖飞瀑，冷眼旁观，谁心无旁骛。我凭谁为负，这一路彷徨，你在不在乎。重出血光幻风声雨绝处，那一生心中无，谁是谁的过客一族。绝崖飞瀑，冷眼旁观，谁心无旁骛。我凭谁为负，这一路彷徨，你在不在乎。
两厢情愿尔虞我诈，谁比谁无辜，谁不肯学不问，荆棘一路里有没有误。